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虾米。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Hello。我们现在要玩的是美甲烘干套装。现在打开介绍。哇，这是指甲烘干机。哇，还爱心的，好可爱哦。这指甲片，指甲片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指甲，粘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就是这个就是比大小的，看你的指甲比较大还是比较小。不是这个。这是把手指分开的工具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不会弄到。哦，还不错。没有反吧？对不对吧？还是我弄反？应该是这样。对、啊，一样啦。拼图案的磨甲片。磨甲片哦，是指甲要修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磨甲片去修边，对不对？这样。再听刚才姐姐介绍的。所以磨甲片用完的话，可以用你手上那个去做一个清洁的工作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刚才也涂弄过姐姐这一个。这个就是等一下他们指甲才会用的刷笔哦。这是一个玩具的粘胶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指甲油。这指甲油有三个颜色。对。哪三个颜色呢？蓝色、粉红色、紫色。我现在来涂指甲咯。好，我要帮芝芝涂指甲咯。好了吗？没有很重的味道哦。我们跳色涂一支粉红色哦。好。哇，这样手装上去就不会粘在一起了。对，大拇指。这个下去就会有的风。这样好一点，因为大拇哥会下去的话很挤，弄不到。大拇哥先。这个美甲 DIY 玩具好玩吗？好玩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姐姐陪我们玩。